愿主爱医治关系，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。马拉基书四章六节，以爱废掉冤仇的主，感谢主为世人钉身十架，以自己血赦免世人的罪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使人可以与上帝和好，更可以成为上帝的子女。主啊，现今所有信徒都可以来到天父的宝座前，并且可以奉主耶稣的名向天父祷告。主啊，愿这医治的大能、复活的恩典，今日同样临到我们的城市中。愿主那爱的大能厚厚充满我们城中所有人的心灵，让我们能够为撕裂的关系而叹息，为彼此的指责而难过，为言语所造成的伤害而哀痛。主啊，甚愿在主那大爱医治下，被撕裂的关系得以缝补，争拗之声要停止下来，人与人之间的伤害要得着医治，低迷的经济要复苏。心愿为官的有父母心肠，能够为市民百姓所面对的困难而担心，又竭力想办法为他们化危解困。又愿市民百姓能够有子女相信父亲的心，心愿主的爱医治官民之间的关系，让彼此关系得以复和。盼望经上的说话，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能够临到我们的城市，免得我们的城市陷入咒诅中。感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